嗨，大家好，喵，我是那喵喵串，然后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玩我们的宝拉朵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赞哦，订阅我是找我的最新影片。So， 我们今天玩玩看是四只工科大学生，是每一个工程学是增加五点的伤害，然后没有一个结构物加10的引起，没有一个结构物就增加15的范围。摧毁是有结构物，所以它是没有结构物。加50，攻击速度使用工具。是我们要玩工具，然后近距离范围属性生命结局都减，然后铠甲也减，然后也不能放毒性，也太惨了吧！等一下，那玩什么呢？这样子，哎，手哦，我们有结构物的话，我们会比较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更多的工程学的话，我们就有更多的伤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螺丝起子吧。我想不到用什么，我们还是用螺丝起子戳的好了。OK， 好。所以我们唯一没有加的是我们的，这个可以拿的。那都有运气，所以我们唯一没有加是攻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那闪避什么之类的。OK， 生命截取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50%，对，好惨哦，什么都没有。电池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着，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工程学。增加工程学，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个5%。然后我们的螺丝起子也是工程学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免费购买下一个道具，我们可以去拿着。这里刷一次啊，工程学血了。先免费买一个植物好了，我觉得植物还蛮贵的吧，应该。再买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回形针，我们可以说。OK， 那帽子上面长一颗，那个植物还蛮有趣的。或者我们也是可以玩，直接玩幸运，就是。捡地上的东西来吃也可以，然后看到一大堆的炮台啊，什么都可以拿，因为那里全部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运气跟增加我们的范围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这里刷一次，我看一下工程学吧，加攻速肯定拿嘛，对不对？拿到一个螺丝起子，无人机肯定拿，因为无人机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结构物，然后结构物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运气的范围。嗯哼，就是一个连接性的。这边我们可以锁，和平蜜蜂我们也可以拿，因为加回避跟我们的收获结算 ，CP 值还蛮不错的。只是等一下，我还放了很低，难怪。我们这把武器的范围有点低，那拿结果物的那个必要性还蛮高的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蝙蝠宝宝我们可以拿，反正。我们那一个也没有什么在加，刷一次，我看一下，再打更多的工程学。OK， 嗯，刷了一次，再买一个螺丝起子。上去的话，所吸取它伤会增加，速度也会增加，那 OK。我们运气值现在多少？84，还算不错。我希望可以多一点。
我真心觉得我们叠那个什么叠再生，不如叠多一点的那个运气好了。这一个可以拿，这边帅刺加范围吗？我就没有用，我们加铠甲好了。这边加攻速肯定嘛，对不对？电子球我老实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帅刺加班不要，这边有一个治疗炮台，我们也可以拿，所以我先上手 ，Let's go。我觉得这场可以拿小象，象宝宝、电子球都可以拿，因为都有吃，而且我觉得我们那一个伤害趴数应该还蛮容易涨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拿。OK， 没问题。这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不需要，工程学肯定拿嘛，对不对？玩偶独特，可是它是好，这个我们先不要拿，不敢赌。加多点工程学，我们肯定拿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没有我们要的，这里有一二三大裂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我觉得我们 HP 再生也比较好了，妈，算了，还是留一点点保险一下也好了。我带砍全部扣完，你知道吗？会怕。那地雷想出来，可是又没办法出来，好惨！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这里加多点运气可以，再拿更多的螺丝几只，工程学，可是会减一点速度，就应该没问题吧？随机打造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读一读。这么一个炮台，回心针我们锁，螺丝棋子我们锁 ，Let's go。这我们目前的运气119，我们的范围目前155，算不错吧。打怪终于不用太靠近他们去打了，我天！而且我们伤害是够的哎、欸。他没有输，哎呀！我这差点就被撞到了。暴力不要，加最大 HP 减回避比较好的。这边有加工程学，可是其他我也没用到，比较好的。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工程学，这边刷新一次，加上铠甲 ，sure。再拿多一个回心针象宝宝，雷达我们也可以拿。三角直立其实我觉得我们 OK。妈，最后补一个妈，应该可以吧？三角直立应该可以。好，好像不可以。等一下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看那个只是不小心的。我们现在有象宝宝跟电子球，所以我们上了跟检查都有几率对我们造成伤害。
多几个输出来源，而且还蛮不错的。而且你不用特地去叠那个运气，因为你只要叠，你只要买结构物的话，你就有运气了。那我剩下只要把我的闪避叠上来，铠甲再叠一叠，应该就 OK 的吧。OK， 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拿，胶带绷带可以拿，炸药可以拿这，这个我们就不要。再加更多的工程学，眼镜拿起来，这个拿起来刷新。这边应该没有我要的，刷新。我好想把范围拉到高高，看一下会长怎样。焦点我们可以拿，卫星突突肯定可以拿。再上了一次，勋章我们可以拿，减暴力嘛，我们的暴力都已经扣到不要再扣了，再扣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了。我突然发现到我们这次还没拿到背包欸，背包就是当你捡木箱的时候可以加多一个所有的素材给你，至少好像都没看到，有那个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运气特别高，比较容易拿到箱子。像你开第九波，如果我们有箱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到差不多呀差不多60的那一个素材。我脑袋突然间转不过来，对不起。不要受到伤害，好可怕哦！刷了一次，工程学、攻速、焦点、勋章，刷。机器人可以拿背包，哇塞！我终于看到背包了。老子场大王，我中招了。好，我又中招二号。OK， 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能有什么事呢？你们说对吧？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多一点的攻速。有可爱猴子的话也可以拿，我还在想我们还需要拿什么道具。我觉得这一套好扯哦，这一个可以拿，反正这三样就近距离范围三个属性三我们都没有用到，加12%攻速，我不太需要攻速。这边加霸工程学减 HP 减再生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飞弹，其实也 OK 的，加多点敌人我觉得也 OK， 再一把武器 OK。 我们的流浪机器人是这样怕没了，上面有个处树里有箱子，我突然觉得我现在可以戳好远，好舒服哦！普遍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能戳远，天都塌下来了。我看到了送我男人，男人，谢谢你。我觉得我需要一点的进去放了，放了欸，这个我们不要吧，警察还不要吧，刷一次
恰武工程学系了。精灵球我们拿嘛，再加多点伤害嘛，泰勒也可以拿嘛，对不对？加运气加生活解算，我觉得还好。那不是我们主要的。目前的范围是255。越来越远了。我们可以从远处戳人了。HP 减一点伤害可以啦，拿着手铐不要，手铐会害死人。再加多点伤害，螺丝几只？再多一个飞弹吗？可以。哇哦，我们的攻速有点威。我们没有暴力，拿这个没有用。棋子我们可以拿，是吧？加范围减攻速减暴力，我就从装子弹可以拿吧。OK。是哦，我们攻速有一种越来越低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完了，不要打这些小屁孩，讨厌死！重点是什么？如果他老妈不在我的范围内，就是被那个运气的那个，就被像宝宝的电击球打死的话，我就没办法先清理掉他们的小孩了。然后就开始四处乱走，他们乱喷。OK， 兄弟，我没有弹射，这我们可以拿。再加上工程学，完了我们工程学越来越多。是啊，这边有一把武器，这边有工程学，我们锁。我再刷这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会员卡我们可以锁。哦，希望可以遇到更多炮台之类的。那我就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一个什么范围。不要乱跑！孩子不能乱跑哦，乱跑会造成我的困扰哦。所以，请你们好好的站住那边，原地等我来支援，好不好？要跑也可以哦，不要吐口水就好了，行不行呀？哎、okay ，这个放着吧，没差，是吧？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，加九回避，会员卡、指南针、发型、生命结局不用用，乐高可以拿。没有用到，都没用到。捡取范围有，十个材料加一运气，可以先拿着。好，
完了，打这一只好轻松。只要不要受到伤害就可以了。对，只要不要受到伤害就可以了。受到伤害好痛哦！一下而已，我的荧幕就变色了。铠甲可以打慢一点，这不要，这不要。加回避，乐高拿起来，又是三角之力。偷偷危险，偷偷我们哪一个？这边一个燃烧炮台，我们在守。哦，我终于看到更多的结构物了。不要让你孩子乱跑，算我求你了。完了 ，OK， 好，没事。我想说完了，有一个孩子跑掉了。可以拿，加十二最大 HP，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好多蓝货大个了，不拿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。可以打武器，钞票，外壳，这我们可以拿。先说，豆豆老师第十八波，你才来。这也没有我们要的，长相也没有，也不是我们要的。再生钥匙，其实我觉得有哪个没拿好像都没差。哇，欸，这一场三只 boss 都有欸。你知道又是你，自介手势。OK， 你的小孩可以不要乱跑吗？哇，我已经可以想象到这场如果没有先打掉那个 boss 的话，我这场到底会长什么样子的？大概就是小孩到处跑，家长到处找。整个乱糟糟，加十二伤害，减回避，减收获，减算。我觉得可以拿这，这不要。疤痕，疤痕不要吧，都已经到第十九波，你再拿疤痕干嘛？加减回避，再来一个工程学，减他们的速度，减我的速度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。肾上腺素肯定可以拿，好。我们的炮台就这样全部啪没了。那这把武器的伤害真的有点低耶，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我还有爆率？二十八爆率，真假的？为什么？完了 ，OK， 又受到伤害了。是不是有点多？
个最后一波能不能让我捡多一点的素材呀？哇，这一波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呀，我讲不出话了，完全没有箱子，真假的？看到武器，这 shift 来的，你也来的太迟了，金属探测器。那我现在只能拿你，我先收钱，我看一下。哇哦，买不起，买不起。好，我也只能买你了，走吧。我是霸气，对不起。那个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有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此啦。然后我们拿到是高等数学，每次有一款二工程学就增加三的攻击速度，那增加也增加太多了吧？好扯、哦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此啦。那如果喜欢的，可以加个赞哦，并有新加入的最新影片。那谢谢大家收看啦，再见，拜拜。